刚以及政府十五号阴暗宣布依准三级规格防疫闭展，合区内底的亚旗亚团饭二十八号进前暂时停止营业。前两天一度团子有几啊间的人气团商排单营业，经过政府连日加强宽度处置，十七号阴暗记者是第一方文化路亚旗。现场团贩拢已经大致停业广告，配合防疫，故在沦为疫情的破口。除了劝导对未停业摊贩开立辅导单，屡劝不听者将依法开罚。我在此也宣导，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可处罚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接下来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店家跟摊商绝对尊重。但是文化路，尤其文化路跟这些夜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热点，人潮来来去去，而且摊商也会到各地去游走，那可能会形成防疫上的破口，那所以市府不得不才会针对我们夜市这些摊商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管制。我们的管制起到这个月的5月28日止。刚以市政府目前针对着文化路夜市已经开出着6张的宽导单，必要的时阵将依照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发，禁止夜市啊排单营业，主要是为着降低金条聚集密度的一点，鼓励消费者外带，呼吁大家加强防疫。另外，针对着银河市场、东市场在内的公有市场和周边的摊贩，嘛已经加强宽导，全程拢爱挂嘴安。如果几啊届口讲拢唔听，必要的时阵将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来进行处分。最新新闻就定讯王小三加一起彩虹报道。教育部宣布19号到28号，全台湾各级学校停止上课。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完成部署务实停课不停学的机制，设置停课不停学线顶专区。教育处长林立新一透早就前往嘉北国小来视察校方远距教学的工作。在之前做了超前部署，也设置了停役的学习的一个专区，我们透过学习专区还有我们的加一卡，不定时的推播任何的讯息跟公告以外，我们也让孩子的学习能够透过线上跟非线上的学习。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一个疫情哦，也让我们在所谓的资讯系统的这个部分上面做升级，那也希望孩子能够在学习的这段过程当中能够体验到我们在疫情面对的同时，也要更珍惜现在当下所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资源。在咧停课期间，除了由嘉义市各校来提供远距学习的资源设备，让学生囡仔会当线顶来学习，如果无法度进行居家学习，或者是家长无法度照顾学生，拢会当到学校交由校方安排学习照顾和用餐。我们如果使用其他的教育平台，英才网也好，库克云也好，现在都有发生，就是瞬间哦系统流量太大，然后网站会挂掉的问题。那我们老师发现，就用我们嘉义市政府我们现在在使用的这套校务系统，相当的简便好用，而且家长呢可以非常的直观，就看到学生的作业是什么，课程是什么。甚至写完作业之后呢，家长马上可以回签，那让老师呢可以做很好的掌握。嘉义市政府对去年疫情爆发之后持续延展远距教学的工作，委托厂商开发 App， 除了分享着教材链接，也让家长会当透过智慧型手机来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透过 School Plus， 我觉得这套系统当中有一个电子联络部的这边。只要点上去之后，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已经有哪位家长其实已经看过了。即使他还没有看过，我们也可以透过系统的发放，我们可以提醒他做签名的动作。那上面呢，其实我们只需要把今天老师想要告知的一些讯息上传之后，当然就可以避免到刚刚像校长提到的一些英才网啊，或者是一些大宕机的一些问题。我们只要透过电子书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在家里面也可以自主学习。那我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好用，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很清楚的把老师交代的功课叮咛小孩子去做学习，完了以后老师也会就是说从网络上知道我们孩子在做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说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是可以提就是说提问题给老师，老师会回馈给我们，
然后老师会知道说孩子的学习效果如何这样子。为了提供台湾方便的自主学习选择，嘉义市政府也和世新电视台来合作，将嘉义市老师的创新教学伫咧103频道当中播放。当学生囡仔将电视转到这个频道的时阵，就会当伫咧厝内底自主学习。世新新闻就丁俊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政府12号开始一连三天，由建设处会同着卫生局、阁有警察局相关单位，针对着合区内底71间的游乐场所加强宣导，特别提醒业者需要实施着实名制，同时建议隔开座位，采取着梅花制或者是保持着社交距离。员工和消费者要做好体温的检测，提醒业者遵照着指挥中心的规定来做好各项的防疫措施。我们全部都会会同卫生局跟相关单位过去大力的宣导，第一个，大家都必须要随时戴上口罩，第二个呢，一定要非常重视消毒，然后第三个就是要非常注重内部的一个空调，我们都会现场随时的纠正跟随时的辅导。那针对八大行业，我们也不定期的会去做稽查的动作。那我们呢，现面对现在的疫情更加的严峻，那我们绝对不会松懈，只会更严，绝对是比以前更加的严谨，绝对是更密集。面对着公部门大动作来展开宣导，游乐场的员工公司游乐场根据感染之后，大家嘛拢心惊惊。毕竟游乐场所拢是密闭式的空间，而且顾客曾经接触过什么人，去过什么所在，完全拢无法度掌握，只会当做好自我防护，嘴暗爱滴好，接洗手消毒。而根据了解，顶礼拜嘉义市政府已经发文，予八大行业场所，请业者遵守防疫规范，在最近将加强无定期的稽查工作，全面来防止着疫情的破口。最新新闻，就丁松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升温，伫咧15号，嘉义市进入准三级规格备战之后，观光新闻处连日来陆续前往合区两间电影院来检视，确保业者是毋是依照着规定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来守护市民安全。那大家在防疫的动作上都做得非常的不错，我还是要在这边呼吁大家哈，市民朋友如果来这边看电影的话，请一定要戴好口罩，一定要勤洗手。那如果能够尽量避免饮食，就不要在室内饮食。大家能够安心下来，一起把防疫的动作做好，然后安心的过生活。目前伫咧嘉义市的秀泰影城，除了依照着规定采取实名制、量体温、梅花制，业者更设置打洗手，提供消费者来使用，内部环境定时消毒，确保着民众的健康。座位安排会安排梅花座，然后厅内会禁止饮食。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每个小时都会做一次消毒，员工伙伴都会做自主管理，我们都会量测体温。嘉年华影城同款遵循着各种的防疫规定，员工也进行着自主健康管理，都是为着配合防疫。环保部暂停提供饮食，加强选择看电影的时阵禁止食物件。扫 QR code 留下他的姓名跟电话，然后在安排购票座位的时候，我们都采梅花座。然后进场的时候，我们都会彻底的量体温，超过37.5度是禁止进场的。每个青上场的前后都会去做专人的消毒。疫情严峻，嘉义市政府提醒市民要做好拱手不握手、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嘴暗一定要滴好，大家共同将防疫工作做好，度过疫情难关。民众如果无依照着规定佩戴嘴暗，经过口腔阁唔听，将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处以3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罚金。最新新闻，就丁俊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伫咧12号传出有16个本土个案，好真侪民众真惊吓。伫咧阴暗食饭的时段，总是人潮真侪的文化路夜市，即一天游客明显减真侪，团饭的生意受到影响，无奈又搁烦恼。无像即款，你甲看，看起根本无人咧啊，差足侪，差足侪啊啦，哎、欸。但是咱这摊商拢有遵守规定、啊。拢有遵守，该戴口罩嘛，该戴口罩啊，对啊。以咱的卫生局要求讲，袂食拢爱用隔离板，
隔离板在当，啊，若无上过去，拢可以带回去厝里吃，安尼较方便，较未有啥物后遗症啦。因应疫情愈来愈严峻，夜市啊和传统市场的摊贩，现在除了伫最暗较接洗手，全面禁止试食，更有摊贩主动提供酒精，和民众清洁消毒。大家拢希望共同配合政府，将防疫做好，赶紧来度过这一波疫情的冲击。你到夜市管理处，平均15分钟的广播宣，配合政府的防疫宣导，且摊商挂口罩，来洗阿姊的嘛爱挂口罩，啊，咱头前甲后壁拢有设置酒精，啊，请洗阿姊的人来喷酒精消毒，安尼。为着提高民众防疫的意识，嘉义市建设处和卫生局是特别前往夜市啊来进行宣导，呼吁民众要将个人的健康管理做到更加好。吃饭的时阵卖开讲，卖哪行哪吃，尽量采取着外带的方式。服务业呢是我们嘉义最重要的产业，占了80%，所以呢，我们为了摊商跟所有来这边消费的民众呢，戴上口罩，做好酒精消毒，不是为了限制大家哦，是希望让疫情赶快过去，让商家赚大钱，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逛夜市。嘉义市传统市场和夜市啊，禁止试食，各有第七暗的规定，会持续执行到6月初8。嘉义市政府除了持续强化宣导之外，也要求这市场的自治会和管理单位，一定要要求所合的摊商遵守第七暗的防疫规定，同时积极向民众来宣导落实防疫的工作。最新新闻，张定生、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全国各县市实证调查，嘉义市长吴敏惠在首张满意度调查获得好成绩，获得16个县市的评比银奖。伫咧10大市政面向的评比，嘉义市得到金奖的部分有医疗卫生、教育品质、艺术文化，金奖只是有治安状况、经济发展、交通状况、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观光旅游。总计摕到3个金奖、6个银奖。嘉义市之于台湾，犹如台湾之于全世界，所以我们也一样，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县市共好之下，大家能够共同努力。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肯定，对我来讲，我一定拿回去跟我们所有的市民，真的是嘉义市民，也是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努力，不缺少美，缺少发现的嘉义市，欢迎大家一起来啊、一起来欣赏。今年我们9月底到10月也有台湾设计展哦，我们现在必须很努力，欢迎各县市，也欢迎所有媒体朋友一起来看看。很小的城市，但是有大大的能量。嘉义市获得医疗卫生、教育品质和艺术文化的金奖，其中医疗卫生是全国的上冠军，已经连续3冬拢摕到第一名。去年新增加的教育品质项目，嘉义市是16个县市当中的第一名，也是连续2冬摕到金奖。嘉义市和花莲县是16个县市当中摕到金奖和银奖上多的县市，整体市政表现是排伫咧前头前。最新新闻就定是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明星国中棒球队带来充满活力的迎宾舞，为牛足工厂关进江义市体育班优良马品就好主的记者会甲开始播。现场明星国中的杜马团队是特别制作出金玉满堂九宫格，顶现着江义市学校午餐美味阁可口，口味真好。为囡仔的健康把关，共同打造幸福城市。牛足工厂连续4冬关进着江义市4间学校体育班优良的马品就好主。江义市长吴敏惠特别感谢着江义市家长协会和牛足工厂团体爱心回馈教育。建立良好的典范，不是光是把肉捐出来，后续该如何做，每一个学校要愿意做，还有我们的厨妈愿意做，我们的家长愿意一起来协助，让每一次让这个肉品它变得不但是一个有营养，更是有真的有精美价值的一个好食品。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也学到了许多的人生做事的道理。那在这里呢，我再一次的感谢吴继恒营运长，他这对我企业对我们的赞助，我们会珍惜这样的资源，鼓励所有的孩子拿下最好的成绩。
为这个城市，更是为你自己。我们相信嘉义市的教育力就是有这么好，感谢大家。纽泽工厂营运长吴志恒希望透过台湾在地的优质肉品，为体育班的学生囡仔加菜，增加着蛋白质的摄取，让囡仔增强体力，会当伫咧各项的体育比赛当中进步。因为在这个社会来讲，这是一种善的循环，所以有时候给人家也是收到。那我想今天这些每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从文字，从图片，我想我们都收到很多。那更重要的是，我也希望说有机会，我们可以持续。我们希望这些可以持续。那嘉义市这次的成绩，尤其是民生国中这次的这个全国冠军哦，对，真的是青少棒的选手全国冠军，这是非常这殊荣哦，这我想是非常不容易。那我想我们也做了些什么。因为当他们去比赛的时候，修复非常重要。那猪肉呢，也呼吁国人，就是台湾猪肉非常安心安全。那猪肉呢，是这个 B1 补充哦，最重 B 群补充最重要。所以在体力方面的回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不用担心，只要支持台湾好猪肉，支持就好猪，支持国产猪肉，我们的民生生活是不会有问题的。这一方面啊，是我们就是让台湾农业更好。那更希望是让台湾的学生学校可以更好。谢谢。嘉义市总共有四间受证的体育班，分别是嘉北国小、北兴国中、民生国中和嘉义国中。其中嘉北国小发展跆拳道运动真出色，北兴国中的脚力队这是大大小小比赛当中的上胜军。民生国中伫咧1989年度赢得校史上第四座的全国青少年篮球棒球冠军，而嘉义国中的木球发展也深受肯定，拢是嘉义市体育发展的重点学校。在嘉义市培育运动选手，扮演着重要角色。最新新闻，就丁松翁宣传嘉义市彩虹报道。自2021年嘉义市国际护理师节庆祝活动，10月在嘉义基督教病院陆家堂隆重举行。嘉义市长吴炳辉在卫生局长张耀茂的陪同之下亲自到场，合医护界的代表共同向辛苦的护理师致上敬意。会长是特别表扬的40位优良的护理人员，75位资深护理人员，感谢护理师奉献努力守护市民健康。嘉义市的医疗是在全国几乎是数一数二的，那是有很多愿意在这里奉献努力的医疗团队，还有更可贵的是很重视我们健康照护的护理师们，我要特别感谢您。这一年多来的疫情，我想这诡谲万变的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尤其我们最担忧的是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的感染，我们期望呢大家做好防疫，还是拱手不握手，多洗手，然后人多的地方务必戴上口罩。然后我们在嘉义市，我们也提醒大家，到夜市或者到市场一定要戴上口罩。那做好防疫的工作，你我都有责任。我想保护大家，更保护自己，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安居乐业。嘉义市现在有3718位的护理人员，职业人数是每1万市民都有将近120位的护理人员，排名是全国第一。充实的医疗和护理资源守护每一位市民，嘉义市政府未来将借由政策的努力来改善护理质量、资源、健保、护病比例几乎联动，增加护理人员薪水福利制度，提升护病比例、立定法院等等，让护理人员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最新新闻，张丁松、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德元创意舞蹈运动协会举办女力崛起舞出自我三德运动的十某人上届比例，经为嘉义舞蹈的女性量身定做一个表演的舞台，每一位表演者展现的魅力和自信的比例相当迷人，也展现着嘉义市是一个真热爱运动的城市。嘉义市长吴炳辉特别到现场和民众同欢，也来感谢着每一位妈妈对着家庭、事业和社区、社会的贡献。我们今天来到了嘉义市文化公园，在这个热闹的公园，我想不只是夜市，很多返乡的游子或者我们在地所有的民众，甚至来这边旅游的游客，大家都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我们也特别感谢邱美萱理事长她的用心，那承办了我们这一次的运动爱台湾。我们希望借由女力的崛起，那大家舞出自我，
那我想许多团队的表演就看到了嘉义市的魅力跟活力。虽然是忙碌的一天，但是忙得既充实又快乐，因为这就是一种幸福感。我要谢谢邱美萱理事长跟所有大家好朋友们大家的用心，让我们一起舞出健康，舞出活力，舞出我们的幸福。嘉义市幸福的城市由您一起来创造。嘉义市政府表示，嘉义市山里内阁有相当精彩的活动的陆续起跑，将要登场的第61届全国科展科学1682021年台湾设计展，特色的马拉松，阁有12月份国际管乐节含足乐三杯国际冷血少年棒球邀请赛，欢迎全国的朋友做伙来嘉义运动、耍科学，体验嘉义市热情，而且充满着能量的教育力。最新新闻，张定松、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母亲节动工，在嘉义秀泰影城首映的国片《转弯》之后，由嘉义竹乐街区科技发展协会和嘉义市相关文化促进协会主办，特别以“带着妈妈去旅行”来作为主题，安排由电影的监制魏德胜导演来翕一段地下的影片，也来采访着几位嘉义的他乡游子的心情，佮有妈妈关心囡仔的动情画面，做成一部5分钟的影片，伫咧电影演进前来播放予全场来宾观赏，感动全场的嘉义乡亲。嘉义市长吴炳辉也特别到场来观赏。我一直很好奇，然后看到风景跟我们在地人看到的风景一不一样呢？有什么角度呢？其实这是我很好奇、很想要看的。但是我想很高兴的是，他在5月14号才开始的一个片子，能够把首映会带到我们嘉义市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嘉义可以说是在台湾的中间，而且是经过了北回归线，这个是有台湾的特质。我们又有城乡的特质，也有有城市的特质，也有乡村的特质。我们想在这里也许就是你所选择嘛，那我们来看看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经过的地方有什么样的风景呢？大家来看转弯之后。主办单位嘉义竹乐街区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庆宗表示，魏德胜导演特别担任着转弯之后的监制，和香港的女导演黄千英联手来创作一出认同台湾这片土地情感的国片。这一届举办的包场首映，除了听国片之外，也是感谢着魏德胜导演当年翕卡诺伫咧家己来取景，找回棒球原乡的光荣历史。电影导演黄千英特别到现场回答观众问题、签名，伊相当欢喜和市长阁有贵宾来翕相做纪念。大家好，我是《转弯之后》的导演黄千英。之前有来到台湾环岛过两次之后就发现台湾真的除了风景美之外，人也非常的美丽，然后就开始就发想这个故事，然后就想要大家看到台湾的美丽嘛，然后而且还有就是转弯之后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想要就是让大家就是看到人生一些困难的时候，就好像骑脚踏车一样一直往前走，就发现转弯之后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风景跟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这样。来自香港的女导演黄千英第一次导演的电影《转弯》之后，全片在台湾取景，伊家己本身也看到两届，相当认同了解到台湾这片土地，也看到真侪感情故事，借此让大家看到台湾之美。《转弯》之后，也是传达人生遇到困难的时阵，就亲像骑脚踏车同款，爱不断来向前行，等完了后，就会发现到无同款的风景，发现无同款的家己。最新新闻，张定松、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110年嘉义市防疫战斗营集合在嘉义市东区体育馆正式展出。今年嘉义市政府甲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合作，用预告娱乐的方式介绍传染病、传染途径以及防治等方法。展开以来，已经吸引超过100万人参观。市长每回特别感谢科工馆甲各委员的努力。甲超人气展览带到嘉义，予民众了解天狗热、流感甲新冠病毒。有了知识之后，就使用正确的态度面对，予囡仔学习新的知识，并呼吁民众在参观的同时，也要做好防疫工作。防疫战斗营来到这里，不仅仅是科工馆，还结合了
真的最专业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感谢国家卫生研究院呢，他们都是许多非常学有专精的真的科学家，我们所有的博士在这边为我们国家许多卫生政策能够做最好的研议。那现在呢能够整合在一起这一些展览，这一次的战斗营可以说是我们要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学习。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戴着口罩，那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我们今天也可以更自由自在。但是呢我们当然已经面对了，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更重要还有平日我们所看到就是登革热以及流感，这三大主题却应用了互动而且体验的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模式，来让所有的孩子了解。该次防疫战斗营展览将在110年5月8日到6月2日，每天透早8点半到下晡4点，在该次东区体育馆展出，也欢迎该次师生以及亲子前来参观，轻松学习如何防治传染病。另外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防疫政策，展览采单一出入口管制，场内人数控管在100人以下，并将入场参观一定要戴口罩、量体温以及实名制登记。新闻台闽南市采访报道。为传统的庙宇来注入新的活力，嘉义市政府规划文创亮点庙宇临选活动，来发现着庙宇所蕴含的宗教文化，运用着文创设计的手法来串联嘉义市叫庙宇的故事，组成着嘉义队。新选的庙宇将由嘉义市政府邀请设计师来设计指引飘逝的小物，开发文创商品，制作宣传纪录影片。伫咧10月份登场的台湾设计展，是伫主题展区展示相关成果。创造公庙文化的新价值，也来吸引到国内外的观光人潮，提升到国际的知名度。我们特别请到最好的团队能够来跟我们承办，然后我们希望呢，让宗教的文创也能够经由这一次寺庙的遴选当中，我们找出我们亮点，我们希望把它制造起来，找出我们的历史，找出我们的故事，然后大家这回来开杠，大家这回来贡献。我想这个登古以来民俗习惯也是我们维系一个社会正派善良风气的重要的力量。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希望透过这样遴选出来以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开始推动起来，让我们嘉义精彩故事、精彩的庙宇和大家做分享。来到嘉义不是只有鸡肉饭，不是只有我们的美食美人而已，我们还有更美丽的宗教文化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一个好的起点。我在这里特别谢谢我们各个庙宇他们的大力的协助，希望共同携手合作，我们来成立嘉义队，让嘉义的光亮被大家看到。嘉义市政府民政处表示，这一届活动已经在5月初4起跑，为期一个月，报名收件截止是6月初4，最后将选出至少6件的特色庙宇来进行着文创嘉义的辅导。日前第一场的说明会就吸引超过40件在地的庙宇出席，报名参与率高达90%。真侪姜庙相当欢喜，也真期待，希望嘉义市的庙宇会当踊跃报名参加。社会为信用家庭，那为宗庙来加添风采。最新新闻，张庭生、王秀山、江义奇采访报道。